自己买的吗？这个原来的是吧？这个小盒新买的，你自己新买的？我说的原来不是这种的，你这是挂上的。天哪，你就这两天你老上下面鼓捣，就鼓捣这个去了。要这套个瓶子，人家这，哎，这里不有俩孔这么好，你为啥弄一小铁丝套在这儿呢？喷香水干嘛呀？嗯，真香啊！粉色车太难看了，粉色的，我第一次见。啊，市政，就是老百姓办事的地方，是吧？好漂亮啊！天哪，你看变化多大！你看那个，人行的，这是奥体中心吧？嗨，你好。咋样？到底是啊？前面就是。这是老竹叶，他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不是他家。那他在哪块啊？这不是。我不知道哪块，但是哎，这个是。又买完了，完了，听着刮，哎呦天哪，哎呀呀，听到了吧？天哪，你停在倒牙子上了，完了，把我的轮子，它又要，这轮子全刮坏了，是刮坏了，我正好别看了，你看看，咋回事啊？我这又是马上要换轮胎的，换轮胎。轮胎为什么要换轮子呢？是啊，这为什么呢？那轮子就不要了？轮子没有，这返修去。我们好好的，我打啥了？给你打磨一下。打磨是新的似的，我这不是用新的吗？哎，那个，我给你拿出来。先不用了，先拿出来，不用再拿。好吧，万一它有的不用了。哦，你有两套轮子呀？对，两套轮子。哎呀，那你不能随便刮呀！哎，小心。倒不要随便刮呢。这家真漂亮，很好。你好，老张。你好，哈哈哈哈。这是放那个凳子。你这个车。